各位好，我是制作人王伟忠，让我们一起来发现台湾天才。几年前呢，我老婆有个办公室，有一间呢分租给另外一家公司。我去参观的时候，有四个大男孩躺在那里睡觉。这四个大男孩就是后来的 F4。陈珠这个办公室的，就是人称偶像剧之母的柴智屏。你看，台湾偶像剧从当年参考日本的漫画，一直到今天，台湾偶像剧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模式，而且创造了不少的文创的商机。在这个幕后有很多制造偶像的一些台湾天才。我们今天第一个介绍的是人称七哥的齐希麟，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创造偶像。道歉有用的话要紧他干嘛？因为我喜欢你。两千年的夏天，台湾的电视圈出现了一部异军突起的新类型戏剧《流星花园》。《流星花园》清新的年轻面孔组合，加上梦幻的贵族校园多角感情剧情，马上获得众多年轻观众的喜爱，拍出亮眼收视率，也创造了亚洲新偶像 F4。而《流星花园》的成功案例也着实在台湾的戏剧圈掀起一阵漫画改编旋风，开启了台湾偶像剧之路。而引领这波潮流的是当初误打误撞切对市场的可米国际影视公司。这间五平左右大小的会议室，就是一出又一出卖座的偶像剧诞生之处。经由编剧们彻夜挑灯夜战、集思广益下的改编剧情，往往是让观众又哭又笑，牵动着每秒的情绪。而这群编剧的头头，就是人称齐哥的齐希麟。台湾在所谓的两千年以前，我们台湾的戏剧所谓的单元连续剧大概也只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花系列的连续剧。那可是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我想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所谓流星花园，买了一个流星花园的漫画然后来改编。那个时候几乎三台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偶像剧的时候，他们就试着把这个改编。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冒犯到旧有的花系列剧情，可是他确实在那个时候造成一个收视率的奇迹，他几乎就是马上立时的就改变了那个整个戏剧的市场。花泽类眼里的温柔只是为了静雪姐一个人。刚才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能够继续爱你。多元娱乐性及高人气明星是台湾戏剧最大优势。台湾偶像剧能迅速在亚洲窜起，就是因为题材上没有任何包袱，因戏而红的演员已是台湾偶像剧卖出海外版权的保证，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一个偶像剧在比如说在日本的播出好了，它可能是从地方片商买回去，在地方上做一个播出，反应不错，可能就进入到他们所谓的 BS 到卫星电视去。那当它有再有更好的这个可能成绩还不错的时候，他们就会再进入到所谓的 Free TV 到他们的这个无线电视台，东京电视台、福冈电视台、名古屋、大阪电视台。那在这样的机会之下，可以让很多的这个观众可以去touch 到，所以我说他们外国人说为什么一部戏就有机会把他们捧起来，我想原因在这边。台湾偶像剧的成功，除了在明星身上看见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更造就偶像剧与观光的结合。美丽的景点能够画龙点睛，帮偶像剧的剧情加温，而偶像剧的卖座成功也能带动该城市的景点，吸引偶像剧旅行团到此旅游。
如今偶像剧还可以进一步呼应城市行销概念，借由剧情的发展打造城市新意象。好的戏剧、好的电影、好的电视作品会带动整个别的地方的人对你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观光，或者是对你的文化、对你的创意会有一个心生羡慕，有一个憧憬。你能不能够拍出好的节目，有深度，然后又跟你的地方文化结合，拍出你自己这个地方的故事，那这就会带动了所谓的这个城市的推展。2009年，痞子英雄的大成功，已经让高雄建立起时代感十足的都会影像，也让其他剧组关注起这个极有可能是未来台湾好莱坞的新兴拍摄圣地——高雄。你了解过我吗？你知道我的过去吗？像你这种态度还没公平的，有什么资格说我？管不着，管不着！你是不是我不抓住他，是因为你？你是不是都伤到最深的人就是你？而高雄市政府所成立的高雄拍片支援中心，也成了远道而来的剧组最好的伙伴。2008年，《痞子英雄》电视剧在高雄拍摄的一开始，蔡徐坤导演带着他们的总监，就整个市政府的部门各有一个代表来开这个一个制片的会议。这个城市被发掘出来很多样貌，因为它有太多的独特性。要山有山，要海有海，要河有河，要港有港。还有一点很重要，是高雄在地的一些民众都很乐意来协助这样的影视制作。你在想什么？我们是警察哎，你叫我们去帮你解手，你是不是太过分一点了？如果我发现你跟这个案子有任何的关联，吴英雄，这将会是你人生最大的污点。你开枪啊！杀了我，反正我跟死已经没什么两样了。不要以为你是三明会的大小姐，我就不敢动你。为了你那了不起的正义，所以你不敢跟陈明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做一个警察，如果爱上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儿，是一个不正确的事情，对不对？你根本就是在用你对事情的偏执的观念，来掩饰你的所有的不勇敢。后续电视剧播映出来以后，产生很大的效应，不管是国外的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来到高雄，很多游客来，他们的住宿点主要的目的是要走的是痞子英雄的场景之旅。那我觉得这个效应带起来，就把高雄转变为一个比较无烟囱的一个工业。当时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剧会在放映以后产生台湾各地方政府对影视产业的一种态度的改变。从《流星花园》窜起开始，偶像剧在台湾已经走了10年了。从当初的漫画改编路线，到后来陆续有原创剧本，成就了许多亚洲新偶像。台湾偶像剧行销操作的成功，不仅让戏剧版权在外销上创下好成绩，更创造无限的商机。戏剧不再只是戏剧，上下衔接的产业规模远远超乎您的想象。